收看华语音乐时间，最好的音乐、最新的作品，还有最优秀的歌手，一切尽在华语音乐时间。
板上纷纷推出了深受消费者欢迎的绿色环保与无公害农产品，采用新技术培育出的超大个黄梨重达2公斤，改良后的烟台苹果不仅外观好，而且口感更加纯正，长短整齐的蒜苔，包装精美的生姜大葱令人倍感新鲜。上千种农副产品都体现了绿色这一主题，展厅还开设了水果蔬菜优良品种、新成果与新技术、加工制成品、肥料农药以及加工机械设备6个专业展区，并把无菌苗繁育基地、无公害食品的展出作为重点。来自新西兰的果蔬专家安特拉伯莱格认为，中国入世之后农业发展迅速，水果蔬菜无论在品质还是在绿色包装上都开始与国际接轨。博览会不仅有国内许多知名厂商参加，还吸引了众多的海外客商。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加了博览会，著名的挪威海德鲁有限公司也来参展。中央台记者。